如果质疑是否传奇，看我手机不用怀疑，几乎全都是我兄弟，找我麻烦干嘛？除了跟你讲电话，就是接个或是电动整天打，有其他女人躺在我沙发，回家帮我开门的是我老妈。原谅我的兴趣有一点坏，偶尔半夜三楼一次无伴，但别对我情操产生误判。那个 party 左边的妹跟我无关，就只是比较浪漫。你准备好要上岸，别会帮我乱乱乱。哦哦哦，只是比较浪漫，单纯合作伙伴，别只是暗淡淡淡。哦哦哦，我的天，这不是单方面。不止很嗨很浪漫 R&B 的 homie Debbie 都是放慢，就算把你写进歌里也是不谈什么我爱你，看你根本也没差，放在这个十五点的金字塔，身边都是着迷你的大哥大，操弄浪漫手段像演八点大，你的技法几乎千锤百炼，让人垂涎到已不顾危险。